近日，吴永威、邓萃雯因热播港剧《金枝欲孽2》而成为焦点人物。五月三日，有媒体报道指吴永威自曝曾吸大麻、加入黑社会、更做过小三。对此，吴永威表示，以上全部都是事实，只不过这些内容都是以前做访问时说过的，媒体是将以前的访问整理起来而已。此次其本人并无就此事而接受专访。而因其开派对邀请众姐妹围缺邓萃雯，被指与邓萃雯不合一事，吴永威也给予了否认。他说，虽然与邓萃雯两人友谊不太深厚，但绝无不合。第一次开房派对本有邀请，但邓萃雯实在太忙，所以没有参加。吴永威同时希望大家不要想太多，派对本就是谁有空谁来玩。他拍戏时与一般姐妹建立友谊，大家玩得很嗨，与邓萃雯真是没有太多机会接触。当谈到邓萃雯日前讽刺吴倩没有约他拍宣传片以及懒理收拾一事时，吴永威则表示，对于宣传自己会全力配合，因并未听到邓萃雯讲话时的语气，所以并不评论。大家都是成熟的演员，相信邓萃雯不会因为自己的风头太近而不满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他是复仇中那个卖得了萌、耍得了心机，集聪明机智和帅气于一身的 Nolan。 他是从名模到明星的 Gabriel 们。 Gabriel 优酷独家粉丝会，不见不散。